成肚皮了哈。快下手整整，没事。你妈崩我肚皮了。你还乐。我又加了一点胡萝卜丝进去，陆续的往里加东西。这粥吧，快好的时候往里撒点盐，好吃。最后，搞这个菠菜。嘿，嘿，嘿，完成。哇哦！玫瑰姐包韭菜盒子，今天烙韭菜盒子吃。包不了这些。大点馅儿，有的是馅儿。怕它开，有时候烙烙的，这样紧成点了。愿意吃大的哈？嗯，大的香。不如再给你单包几个大点的。嗯，这也不小，打不进去馅儿，还出汤。咱俩整，这是我，欢迎大家来到肉姐的美食频道。今天跟玫瑰姐吃的是这个，噔噔，烙了这么多的韭菜盒子，然后这个是鸡肉皮蛋，菠菜胡萝卜粥，哈哈，名有点长啊。开动，对，开动了，准备。这个粥特别特别香，就是插的时候就顺着那个锅就往外冒那种鸡肉的那种香味儿，还有皮蛋的那种香味儿，合适吧？嗯。慢点烫，嗯，还行，韭菜盒子不烫，晾了以后，开动，嗯，韭菜盒子加粥，嗯，一个干的，一个稀的，哈哈，我这个就是搁了点醋，搁了点那个老干妈，调了一个料，然后玫瑰姐她是什么都不蘸，就这么吃，看看我这个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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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真水哦哈，一咬就淌汁儿。嗯，你真啥也不蘸呢？不蘸，我这蘸可好吃了，红油韭菜盒，这整衣服上啊。嗯，哎呀，你挺会吃啊，这鸡肉真鲜啊，嗯，好香，粥里的鸡肉都是提前腌制过的，能吃几个随缘吧，还有呢，那么多呢，嗯，这玫瑰姐特意给我整的那个巨大的那个是吧，我说好几个大的，这个我说这个像鞋垫，妈呀，我这还不好站呢，这碗都有点搁不下，谁让你分量做大的了，嗯，哎呀妈，我这个研究半天了，特别不好站，再帮着我，我躲了点，再帮着我，嗯，嗯，还是
这个韭菜你要不做的话，你家一屋子全都是韭菜味儿，太冲了。嗯，今天我们仨出去了，回来之后我家全都是，我还满屋子韭菜，两个盆扣一起了都不行。嗯，扣上都不行。我也学你喝口粥。胖。你吃了松花蛋了吗？吃着了。那松花蛋就是闻着怪，吃着香。我还是觉得那个松花蛋呢，拌一拌，做豆腐啥的好吃。搁点香菜哈，搁点豆腐，松花蛋，来点小葱，拿来了，这，今天没拿大碗上呢，没拿大白菜。就是这个韭菜盒子到第二天的时候腾一腾，我觉得是更好吃。我不太爱吃韭菜盒子那种酥酥的。这个粥是太鲜亮了。这粥你们一定要尝试一下。尝试一下给宝宝啊，家有老人的做一点。特别美味。营养丰富。这开了。一点点。这个料不好就外开。不咸哈。正好。嘎嘎香。你们要是吃韭菜盒都蘸啥呀？我就爱整那个酸头的。粥还挺热的，菠菜扔少了，多搁点菠菜啥的，胡萝卜。有不愿意吃胡萝卜的，往这里搁点胡萝卜。一股脑的都顺下去了。要哪个？我都行，我来这个，都一样。你刚才是不是偷吃了？啊，哼，他烙出来那响的。这酸，你蘸，咸淡正好。大家挺长时间没吃啥了。还去年夏天闹一回。太燥还有屋子。夏天上外面找就行，马上就现在就可以了。
现在我们这边天也不冷了，小春风扑面而来。啊，疯了，崩身上了。嗯，这要崩着你不是个事儿吗？喝点粥啥的。这个鸡蛋多，鸡蛋啊。太香了，我吃完了，我上那屋看你爸吃啥啊，看他喝没喝完酒呢。嗯，喝完酒你再给两口粥就行。嗯，哎呀，都吃没了呢，给我留一个，还有呢，外边不行呢，拿一个吧，都一样玩意儿，你这不行，那你留。过了抢韭菜盒子了，外面有欺皮眼罩。哎呀，我看看去啊。嗯，对，我看看。嗯，你要再加点，要不要了？还不是，你那粥还有呢。啊，我再给你盛点粥啊。嗯，不要了。嗯，我这碗大。嗯嗯，哎呀，最后一个喽。嗯，我今天调这个蘸的跟这韭菜盒又成正比了。OK，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